又把那家恭喜你啊。回梯男一手拿着交通锥连接杆 keep put 走向小黄，对着问讲大细声。问讲拒载，乘客跟驾驶一度僵在那，但就在男子准备离去前，他绕到计程车后方，就是这个折后雨刷的动作，彻底把问讲惹毛。防狼喷。问讲朝男子喷洒防狼喷雾，灰衣男子跑到路旁搬起禁止停车牌砸向问讲，双方就在乐华夜市你追我跑，但问讲却不慎踉跄跌倒。事发在27号深夜，邱姓男子先在中和一间超商叫计程车，但上车后没多久就跟问讲说身上没钱，车资大概100多元。问讲随后在永和路旁请乘客下车，但过没多久，邱男又跑到永和乐华夜市两家超商叫车，都叫到同一台计程车。由于被问讲拒载，他气得踹车，还折后雨刷毁损，并殴打问讲。那该名拒载遭拒载的男子啊，后续就情绪激动，他并有踹车以及伤害司机的情形。那目前警方已经锁定该名男子的身份了。杨姓问讲右脸擦挫伤，双膝挫伤，验伤后表示提出伤害以及毁损告诉。警方获报后到场，邱姓乘客已经离开现场，因为他都在乐华夜市附近出没，警方一眼认出他。后讯将通知他到案说明，没钱搭霸王车被拒载，怎么还嚣张打人？三新闻电话结果人从受奖新北。